精神啊！我係月嗱，尋日去北展拍完索堂佢哋個展區之後咧，啊群裏邊成茶大盞喺度屌我，因為過嚟拍索堂佢哋嗰個模型店係嘛？咁我記得咯，今期就嚟到北京，都係北京依邊噶啦，拍佢哋啊嗰個開咗兩年幾嘅旗艦店，據聞係規模最大嘅。咁睇在我咁錫大哥個份上，而家個三年唔過分啦，係咪先？咁同埋我後屘諗咗下，萬代三大嘅總代，包括瑞華行啦、信合行啦，同埋今日嘅索堂啦，我都已經拍完噶啦。咁啊意味住集郵已經完成，下次繼續拍咧就真係只可以拍萬代。哎呀，咁呢個難度係超高啦！啊，索堂依邊個店門口係咁嘅樣嘅，酥湯酥湯好比意。OK， 睇下門口有啲咩展品先。最近非常之火噶啦，係劇場版。跟住下面是各種不同的一啲算是大路貨咯，一啲展品都算 OK。我入去睇下。哎，嗰邊係王仔嗎？哎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的麥在這，你的麥在這。来来来来来来，带我先拍一个全景哈。你们店真的挺大，多少平米啊？现在？这一个。我忘了，我看了一下，大概200多300吧，应该不止。好。先看一下这里，啊，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呀？这边的话是咱们的那个样品展示区，哦，对，然后下面的话，这个还有咱们的航海王系列的 SHF， 啊，海贼王 ，OK， 我能说海贼王，你不能说，这种感觉真幸福。来看上面这一款是咱们的拼装，然后奥米加兽啊，奥米加兽，然后下面卖的多货，带货了是吧？够大吧？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咱们的奥特曼，然后火影忍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漫威的 ，OK。好，在这里来。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梅毒盾的海牛。梅，那这个梅毒盾好卖吗？这个已经断货了，已经买不到。卖断货了是吧？好，下面阿基拉。对，阿基拉。嗯，好，到这里来。这里就还是这边的话就是咱们的高达，嗯，然后的一些可动，嗯，然后重量级的就是下面这一款的话有一个展会限定的原组。哦，展会限定透明版。对，这个我好像还没有入手啊。我这里就风铃了。对，嗯，风流。好，我看一下你们这里，啊，你们这些贵的灯怎么那么闪呢，啊？哎呀，这个到时候我跟我们店里的老板说一声，让他给我去改，把你们老板给炒掉了。做什么工作？真的是，围这里好像有一个大件货。对，这个是咱们家的一个收藏级的一个产品，然后这款里面的话是一个雕像。哦，对，然后有两款，然后一个是咱们的牛国达和一个沙沙比。嗯，那请回家用来做镇宅神物，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很喜欢啊。然后像这边的话，也都是咱们 S H F 的，然后航海王，然后下面的话还有咱们的奥特曼，嗯，对，然后假面骑士，然后还有一些，嗯，好 ，OK， 到这里来，这边回到高达区了，对，然后高达的红系列，你们这里闪的最厉害，哈哈的。哎，我看到好像那个是这一款的话，就是咱们展位限定那一款透明的原组，那就不用去外面买，直接来你们这里就行了，是吧？直接来到咱们西单店就可以买到。嗯，好。对，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咱们的 mini， 嗯，和一些小手办，还有美少女战士、童年女神的美少女战士。好，这也是我很喜欢的。好， okay，我很喜欢里面的水野亚美。到这边来。对，然后这边的话是咱们的超合金，然后一个 YF 十九和咱们 VF 幺七幺 EX。啊，这里还是海贼王啦，海贼王不错的海贼王，哎呦，然后这款也是我比较推荐的，因为这款相对来说，其他的 SHF 来说会比较大一些，然后男孩子都比较喜欢大的东西啊，只喜欢黑长粗，好好好好，对，然后下面的话就是罪恶的手办啊，好 ，OK， 到这边来，对，然后这一款就是咱们那个刚刚看到的那个，看到的很多，这里基本上雕像为主吧，对，然后下面还，然后下面的话就开始就拼装了啊，对，哇，你们放的好缓，下面还有宝可梦的，然后一些小朋友比较喜欢，他也不用工具，然后这是一些拼装。好，然后这边开始的话就是咱们的高达系列了，嗯，然后下面的话开始就是有那个 HG 啊，对 ，HG， 然后下面 SD， 对，然后下面还有水星魔女，哦，然后这边这边有 RG 区，对 ，RG 区，哎呦哇，你们怎么把这个30放在这儿？好嗨啊你们！然后这边的话，上面还有一些 MG 的，嗯 ，MG 的是吧？对，好，那到这边来，这边是什么区啊？到这边的话，它有一部分超合金的手办，嗯，然后下面的话，这边开始的话就是还有一些，哥斯拉，嗯，然后像咱们的航海王的船，嗯，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的比基世界宝可梦，关键是好东西怎么藏在里面去呢？好东西比较少啊，好吧，好吧，好吧。
下面我看到好像还有一些车模是吧？对，下面还有一些车模，还有军模。军模和车模，其实这个是杂物区是吧？对，这边的东西会比较杂一些。好，到这边来，这边前台前面这个。这边的话就是女所。啊，女孩子区。对。啊，男孩子。这边的话是男孩子小朋友，然后会比较喜欢的一些区、嗯，然后盲盒啊，然后一些啊小一些的拼装、啊，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女孩子会比较喜欢的，然后毛绒玩具。啊，那就男孩子过来之后把女朋友放丢在这就行了。对，然后让女孩子在这里可以挑选毛绒玩具，然后咱们男孩子可以自己去挑选自个心仪的东西了。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啾啾的一些烧火豆。好 ，OK， 那到这边来，这边好像是一番厂区是吧？对，这边就是咱们一番厂，咱们每次上新的话都会上新十套。十套？对，一边有五套。那为什么要过来你们这里买呢？满大街都是啊。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比较。风水好，对，风水比较好，然后顾客就是抽中他的奖的几率也很高。我看到你这套已经飞掉了，对，这些反面基本上大奖会很出得很快，很多已经废掉了，这一套也已经没了。那你们这里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安全吧，就抽了之后肯定贴上来，不像其他有一些藏票是吧？对，你看都已经抽成这样子，然后我们继续摆在这里。好吧，对，就是像这个。嗯 ，OK。那我看到这个区域还挺大，这个是什么区啊？这一片区域的话，就是咱们眼镜厂的手办，迎宾手办啊。啊，像上面这些样品的话，然后都是根据我们公司这边一个创作一个设计，然后会有一些搭配。哦，后面还有一个火影的一个场景，对，火影的一个场景啊，但是就不见火影。火影在背面。啊，那还好，我还以为你们那么调皮呢。对，哎，看到了，这边就是火影的一个场景。啊，这个好像我之前看过，啊，这个无差别，对，无差别名人，嗯，啊，这几个就回到海贼王啦。对，这边的话就是移出到了海贼王这边。嗯，海贼王，然后我看到这里好像还有下面还有海贼王咱们童年系列的一个，哈哈，啊，这样子也行啊，好吧 ，OK， 那行，我们到这里来看看，对，这里是什么区啊？这边的话就是咱们盲盒的区域。嗯，对，然后比较有特点的话就是。这边，然后它是分了区域，然后这块啊，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模型，啊，模型盲盒，咱们的舰队的这一个，啊，军模的盲盒，对，这个的确比较少见，并且是盟出品的，那它的精度还是 OK 的，对，是同比例的吗？对，它是同比例的啊，那行 ，OK。而且这边盲盒的话，它是有分，然后这边上是卡比，然后史努比，然后在依次往前的话，就是咱们的宝可梦系列，嗯，啊 ，OK， 哇，种类还挺多的嘞，看来现在盲盒这一行也内卷的一批啊。对，然后主要是以日本的这样这一系列。这边也是盲盒，不过是微缩模型为主，是吧？对，是以这种微缩的一些场景为主。啊，也是女孩子喜欢的。对，也是丢女孩子在这里的。对，女孩子会非常喜欢这一种，然后抽盲盒的感觉。啊，那好，那好，那好。然后其实可以说一下咱们下面这个，然后罗小黑战记，在哪？就在正前方的这个罗小黑战记这款盲盒，然后这是咱们家的一个比较有特点，是咱们只有速腾才会有的啊盲盒，然后上面有咱们速腾的一个标啊。昨天在你们展会拍的，看了食品，对，还挺有趣的。其实样品的话也非常不错啊。哎，六个，好，齐全，到这边看看。然后其次后面这些的话，就是咱们的孩之宝系列的，嗯，还有多美卡。光美卡啊，其实本质上面这一堆全部都是变形金刚，只不过不同厂方出而已。对，只不过就是不同的厂方啊。然后这边 SS 系列，然后传世系列，还有 MP 系列，然后都会有。啊，就也就意味着它的 SKU 还是挺全的，是吧？对，上面还是比较全的。啊，那行，好，到这里来，我看到中间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柱子。对，这边的话就是咱们的 Mega House 开始的区域了。啊。上面这什么东西？上面这个系列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咱们的奔跑系列。啊，奔跑系列。对，航海王的童年奔跑系列，现在已经出到第六个了。啊、然后下一款的话，就是咱们的娜美。娜美是吧？第七代。OK， 下面是各种雕像。各种雕像。对。啊，这个是谁的老婆？这个是谁的老婆？这个是鸣人的老婆。开玩笑，明显是我的。对对对，你的老婆。OK， 好，在这里来。这边的话是咱们的那款 SHM 的千与白龙。啊，下面我不是，关键是下面这些卡好像真的吗？这对，那必须是真的，只不过就是没有那么贵而已。啊啊，普通版是吧？对，有点小失望，算了，不看它。看这边，哎，这个但是那也要护好了，因为毕竟这个体型好像是兽屋的是吧？对，这边的话是兽屋的。哇塞，兽屋你这个分巨神，下面的话巨神龙眉。浓眉后眼的那一个，没想到你偷偷摸摸搞这东西出来。天空龙，然后一神龙，
还有这边也是各类的一个雕像，对，这边的话就是各类的，然后包括一部分的 Mega House， 还有咱们的兽屋啊，兽屋等等，反正这个雕像区咯。然后这边呢，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咱们兽屋的一些拼装的一些小游行，不是兽屋的老婆区，这些都是我的老婆，男的老婆区 啊， 啊，反正这些买回家号。买回家后要好好正常的使用就好了，不要瞎玩了不要瞎玩。哦，这里好像还有一些小车车啊，对啊，这个 Alpha， 哇塞，真的是各种品类都有啊，你们这里好全哦。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到了咱们的样品区了。嗯，这里有一个圈，有一个圈圈也是放各种不同的那个 IP 作品，大部分这里都是手办，大部分是吧？对，大部分都是 Mega House 的。Mega House 的。哎，我看到这个是不是那个重图版的那个高智能方程式啊？对，没有错。啊，这个挺帅的。对，还有我们80后的童年。对，这一款的话是非常经典的。啊，看后面也是很大的雕像。那接着这一个区是什么区、啊？其实这边的话也是咱们 Mega House 的 Look Up。啊。对，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咱们航海王的一些比较大个的一些手办了。啊，大个的，这个还能称之为手办吗？它也算是手办。OK。啊，最后到这里来，这里门口最后这个展位，好像这个我没怎么见过，这个是哪个版本啊？这个？这一款的话，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售，因为它是到咱们今年8月才会开始发售的一款成品。然后它是咱们的漩涡鸣人，然后6-3人版。啊，好，它是咱们的 GM 的一个15周年的一个版本。啊，15周年。对。然后下面也是之前已经开售过的一些挺好的一个东西。对。啊。然后重点可以说一下这款手办的话，然后现在目前为止只有这一个，然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西单，全中国只有这一个，对，然后可以来到咱们西单四堂店，然后来进行打卡、啊、那行吧，可以提前看到咱们这个实物、啊、那大家谁有兴趣的话记得过来这里。那今天我就已经玩完了，非常感谢隔壁老王带我的一个介绍，下次有机会有什么好的活动或者优惠的话记得提醒一下我过来这里买。没问题。嗯，好，那先这样啊，拜拜拜拜。